虽然今天我们店休，但是熟客传讯息跟我们说，他的皮肤爆痘了，请他传照片，我们评估之后，决定由老板娘亲自处理。就是我，客人住在台东鹿野，他专程骑摩托车进台东市，然后来找我。我们店比较特别，主打问题肌肤处理。熟客也是上网搜寻台东做脸，然后痘痘肌处理，找到我们的。我问他，台东的美容院这么多，什么原因吸引他来找我们？他说他看到我们店把满脸痘的客人，从最毁做成了最好，而且皮肤都是光滑发亮的。他也想要会光滑又发亮的皮肤。还有一个重点，就是他来我们店这么多次，我们从来没有对他推销过任何东西。他的闺蜜想揪他去别家也做做看，他都一律拒绝。他只跟他闺蜜说，他就只喜欢来我们店，他已经有专属的店了。我们的店在帮客人服务的时候，一律采客制化服务，依照每位客人的肤质和肤况去调配护肤产品。清完粉刺，敷完脸之后，都会给客人看镜子，让他看一下我们做完之后的肤况。客人确定都没有问题，我们才会开始上保养品。如果你刚好在找纯手工无痛清粉刺的店，而且你刚好也有问题肌肤，欢迎找我们预约哦。